是吧？对，是一等以上的。你知道这么管我？店子三个人。大哥，今天能调吗？我这个衬衣啊，衬衣啊，都让三斤青梅煮起来。六斤，还有蛋黄。大哥，你说。六斤，先弄六斤哎。这全是的，大家挑什么全？也是捡也行。哎。再放一个。好，好嘞。放进去。放这煮啊？我想这里面煮的。就放这儿。这些。
来了没有？帮我带个一斤多一斤多的丁螺啊、哦！对，你快点来啊，等着用呢。你不能像那天那么迟啊，人家还有半小时都吃了。分两盘摆啊，分两盘。哎，你这。这些都给它上去，好吧，摆松一点，这动作快，速度要漂亮。来，那给我，这不就不烫了吗？这是清水的，清水口味啊、哦，盐水，盐卤风味。太漂亮了，黄的啊，蛋黄的。你们人齐了没有啊？齐了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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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皮毛儿咋了？这次把小龙虾放在这了，吃。等会儿我端上。到你吃了。我刚才就想着去吃这个小龙虾。越小。我那边端的我也好摆，你把我的视线都挡住了。丁螺他我叫他带过来了啊，我叫他带过来了，他带过来啊，嗯，不在那边，这边没有啊，在这边，这个东西都是配那个上面的，再摆一格，把炉子上一把放下，啊，炉子上一把放下那个，炉子这里就还吃，不行不行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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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那倒上去，倒上去。椒盐的，椒盐的。这个就行了。再加吧。多了就多吃点。不想打他吗？小小老板，下来我这边再去。把你扔开了。昨天家那个弄草莓的，今天去摘去了。去摘去了。你不是说没有的吗？这两天温度高，因为上午在这块儿上午的。我到。他这里在家怎么比？
家主要是看看应该可以给你提啊，你家没开的，我们家没有开的，我们家我们家应该没有开的。十三香啊，十三香龙虾。大点给底下小桌子赶紧上掉啊。你们拍了就行了，你们干冰是吧？等一下，还没选呢，有感觉来了，毛了去的话，这徐晨的话，再多一点。哎，木来木哪去了？没了。哎，就这样，放点山椒米醋。对。啊，酱油芥末。芥末。阿姨，宋阿姨，酱油芥末山椒米醋。觉得吧？老板其实也开心啊，还是喜欢有这种广告。